的意思，今儿这事儿我做错了吧？就是你错了。哎，你这样，不。情况怎么样？你大姐她不认账。啥叫不认账啊？认什么账啊？说认什么账啊？人家明明给你10000块钱，你干嘛非得说是5000呢？就给了我。我跟你说，大米，咱不能这样。咱虽然没有钱，但是咱们得要面子，明白吗？咱们得讲理。人家给你10000块钱，你干嘛非得说5000呢？什么时候拿10000了呀？你起来，没你的事儿，你起来。别你起来，二米，你别走，来，你别走，你过来，你当着你大姐面，你说你刚才给你大姐多少钱？5000呢？啊，你看是不是啊？不是，你别紧张，有你大姐夫给你做主，你别怕，跟你大姐说给多少钱？5000。小张啊，你欺负人！不是，我怎么欺负你了？他明明他俩口行了，别吵吵了。500010000，傻傻分不清楚，还在这吵着把活的，你就5000，还咋地？我刚才你们两口子说钱了，张强子，怎么这会又成5000了呢？有完没完了？你让大姐在这哭啊，在这儿啊，你高兴啊？这都不很清楚了吗？啊，我们给你们家5000块钱，别在这搅和，不要5000块钱给我们，你别说没事了吗？我告诉你，我眼睛里边不揉沙子，明白吗？沙子你，你们就是给了10000块钱，明白吗？你大姐给了5000，中间有人把这5000偷偷腻起来了。说实话，这事儿你是不是你干的？你是不是又坑你大姐夫呢？是不是啊？这钱是不是你腻下了？老刚子，你也过来这套是不是？行，你不仁，你别怪我不义。滚开！大姐，媳妇儿，既然这样啊，他逼我的，我也没有必要给他扛着了。我实话告诉你，刚才2米粒让我给大米粒送去的，就是10000块钱。姑娘，是不是10000块钱？大姐，我给了你5000，对，另外5000，我给的是赵刚子。哎，不是，你什么时候给我5000块钱呢？哟，哎呦，这个表演这个戏你还，哎呦，你在这儿给我演不知道呢？啊，这叫什么呀？我什么时候给你的5000块钱，你心里没数吗？我能有什么数啊？这5000块钱会在哪儿呢？那我知道在哪儿呢？难道在我这儿吗？那不可能在我这儿啊！我掏出来给大家看，我掏出来也给大家看。不是，告我！哎，不是，赵刚子啊，这么多年了，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啊！这是啥呀？脸，这脸都让你丢尽了！不是媳妇儿，大姐夫，啊，贼喊抓贼，你还吵吵那么大声，有意思吗？我跟你说，二位啊，你们家钱顺和坑我呢，明白不？你少来，别什么事都往我们家钱顺和身上赖。我告诉你。我们家钱顺风现在的人品那是很正的。我的妈呀！不是，我跟你们说啊，这5000块钱是我物业发的奖金，明白不？哎呦，找一理由。哎，我在屋里可停半天了啊，这里边肯定有事儿。干什么？哎，你那10000块钱哪来的？我那10000块钱是工程款啊。谁能证明是你的工程款呢？我呀。好，10000块钱工程款少5000，对吧？那大姐夫，哎，你那5000块钱哪来的？我物业发的奖金。谁能证明是你物业发的奖金呢？我证明不了。赵刚子，你藏私房钱还那么多的理由你？不是。行了，大姐夫，你给我们大伙儿一个合理的解释吧。解释。钱顺风，你还说你兜着我是吧？你就这么兜着你大姐夫是不是？我跟你们说实话吧，这5000块钱真是我物业发的奖金。我为啥把它留起来呢？因为今年我要跟你大姐回我爸妈那儿过年。哎呀，谁不回家过年啊？我想给我爸妈点钱。我也想给点钱。我怕你大姐她不高兴。我怕她不高兴。我就把这5000块钱偷偷藏起来。我也藏起来了。我这钱在这儿呢。我的钱在这儿呢。哎呀！好了，这15000块钱凑齐了，结案。钱顺风，哎。你那缺德的小宇宙是不是又要爆发了？啊！我这眼他是不是给你点脸了？行，二姐，呀，钱顺风，你说你，二姐夫，你说你那麻袋，你成天就可大姐夫一个人装，能不能换个人啊你？我说钱顺风啊，
范美丽开播一年了，你是天天坑我呀你。唯一一天不坑我还是因为我出差了。过年了你就不能给我放两天假吗？别人说我也就说我了，你也说我。我也一年多没见过我爸我妈了，我想给我爸妈点钱不行吗？哦，你这钱是留给你爸你妈的？你怎么不早说呢？没事啊，二米，我告诉你，钱顺风这回藏私房钱是我指使的，我们就藏私房钱了，咋的？哎呦，瞧你俩那样吧啊，你太小瞧我们当媳妇儿的了啊！你们的父母也是我们的父母，你们当儿子的能做到的，我们当儿媳妇儿的做的一定比你们还要好。我大姐说的一点都没有错，我告诉你们俩，你们父母的钱我们早就准备好了，而且比你们的还多呢。我们不能丢了米粒家族的荣誉。对。